排序部分呢，这个我先把它删掉好了，这个是前面写，这个是比较最大最小。那今天我如果换一个，两个就好了，先两个再三个好了。第一个就是说我要比较这两个谁大谁小，并且做排序。那排序的，那所以比大小，假设两个值很简单，比较笨的方法我先做一个，如果光就条件，如果 A 怎么样呢， A 如果是小于 B 啊，小于 B 的话，那这个条件的话我就是直接这个条件哦，我就 mini 这个地方我就建立一个什么 int 啊，假设我这边就 int mini 等于什么呢， a 小于，那当然比较小是 a 嘛齁，结束。再来一样的方式哦，我就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一样哦 int，再来就是最大的比较大的齁，等于什么呢， B Enter。 那这边会产生错误，主要是我这个地方齁还没有完，最后还有一个 else 齁。再来的话呢 else 齁，那接下来呢我这个地方反之，当然 相反过来就是 mini 等于什么呢，等于 A 结束符号，应该是等于 B 啦，然后再来就是等于 A。 好，这种方式是比较笨的解法，特别是这个地方，因为我的叙述里面没有办法像刚刚一样，就是我这个地方必须要再加一个什么呢，大刮弧，好，把它刮起来。有哪个部分啊，这是区域，如果这个地方我写在区域里面的话，这个区域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又要重，那所以说当然比较聪明的做法齁，不要直接在这边，比较聪明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我就宣告在上面 int， 然后 mini 逗点 mask。 好，这样的方式就是我底下通通可以用到这一些齁，我这一些如果我要用到的这一些，我要用到的话，那我就直接宣告一次就可以了，直接就在这个地方来做。那其实有时候格式有没有，像这个格式很乱，你要一次就把它重新排序哦。以往我要慢慢调整，那在 Eclipse 有个方便的功能 Ctrl Shift 加 F 马上排好了， Ctrl Shift 加 F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做那个结构性的安排， Ctrl ShiftShift 加 F， 哦，我蛮喜欢用这些功能，为什么？因为都要调整半天哦，刮弧摆哪里，哪里摆，因为这个如果你没有排好的话，感觉程式会很乱，阅读性就会很差哦。那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宣告两个变数，并且再做重写，可是这种写法比较笨，可是是可读性最高的，人脑的可读性最高，因为很好判断啊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。但是呢，以电脑的程式撰写来说，还可以让这个程式更好。那要怎么样让它安排更好，这边的话我们来执行看，那最大值最后把它秀出来，最大值这个就可以把它秀出来，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就是最大的话就是这个加上一个 A 好了，较大的话，所以这边也没有办法去较大就这个值，较小的话呢，那这边再输出一个较小值好了，输出的话呢，你们自己再把它加上去，较小值就是一个变数，按照音色，好，自己再把它加上去好了，较小值的值为这样子执行。假设我这地方输入一个 A 的话为 9,B 的话为7好了。好，输出较大的值为 9, 较小的值为 7, 它就会重新帮我们做一个这个排序。好，把画面的还给各位一下齁。